这是一段苦难而又辉煌的历史，这是一个伟大与罪恶并存的人，他短暂的人生。陛下慢走。哎呦，陛下，陛下，这次平陈可是大获全胜啊！宇文大人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公主，退下。你把我的毛坯扔在了车下了。我这不，你不喜欢他。公主，你知道吗？同是美丽的女人，可你跟她们不一样。你的身上，你的身上有一圈圣洁的光环。殿下，你让我疯狂，请放尊重。殿下，我是囚犯。放肆！殿下，小臣多虑了。三位将军，跟小臣到那边聊聊。
公主，你记着，我要娶你，我一定要娶你。哦，殿下，将军们在此，有事吗？哦，殿下，臣犯下偶过在此。殿下，是臣找你有事。来人，殿下，来人呐！你听。这是忠臣。谁是你们的陛下？他是亡国之君，是我的奴才。别忘了，你们都是我的阶下囚，是奴才。你连猪都不如，你是亡国之人。亡国之人，你没有权利要求什么，没有。把他们拉下去，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陛下，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，饶命啊！陛下，饶命啊！皇上圣谕，晋晋王杨广为太尉公，赐洛车衮冕，悬白璧。晋尚书左仆射高炯为齐国公，赐物万段。晋尚书右仆射杨素为越国公，赐物万段。晋其子杨玄感为清河郡公，官为开府仪同三司。晋五位将军贺若弼为上柱国，赐物万段。其他诸勋臣均赐物万段，粟万担，并派有司将陈国妃嫔奴婢分赐诸臣，予及打入掖庭。谢陛下圣恩。平身。谢陛下。众爱卿，征战南北，身疲力竭，要细心调养。谢陛下圣恩。良臣乃一国之栋梁，君以臣服，臣以君贵，君臣相辅，共度时弊，协力治国，这乃是我大隋一统华夏的根本。袁宪，袁宪，罪臣袁宪恭请陛下圣安。袁宪，你抬起身来。朕听说陈仆射袁宪在危关之际舍身忘死，挺身而出抨击昏君，虽为君臣之礼，但精神可嘉。朕赐你为昌州刺史，择日赴任。罪臣谢陛下圣恩。陈叔宝。罪臣在。陈叔宝。罪臣在。亡国之君如丧家之犬，遭千古唾弃。不过朕念你曾是一国之君，恃才出众，朕赐你府地勿断，以闭门思过，颐养天年吧。陛下，圣皇大恩，恕把我终生不忘啊。哎，亮哥，阿摩哥他怎么没有来呀？你怎么了？亮弟啊，又在和谁怄气啊？看，
这是你最爱吃的啊。哼，父皇就是偏心。哼。亮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同是元帅，同去领兵打仗，可是阿摩哥又似爵又似物，可我连一个普通臣子都不如。亮弟啊，此次伐陈，你与阿摩同去，并非父皇本意啊。嗯，对。再说了，你啊，年龄还小，还小，还小还小。我已经是七尺男儿，堂堂的汉王。哼！哎，亮哥，亮哥，昭儿，这可不是你玩的东西，这白璧是皇上赐给你父王的。段达，奴才把它挂在厅里，去吧。夫人，殿下这次凯旋而归，皇上赐洛车衮冕，悬白璧。又封太尉公，封赏如此之后，就连我这奴才脸上也沾了光啊。哼，段达，你的嘴就像喝了一碗蜂蜜似的。夫人，奴才都是肺腑之言。好了好了，快去挂吧。是夫人。殿下，殿下，你看看那白璧放在那儿行吗？好好好。哎，殿下这是怎么了？父皇。哦，亮儿，有事吗？父皇，儿臣有一事不明。哦，亮儿说吧。父皇，此次伐陈，儿臣可出庇务？啊，听高仆爷说，此次伐陈，汉王以身为责，大有帅才之气嘛。父皇，那我……哎，知足者常乐，少年带兵对于你尤其重要，至于其他朕看就无关紧要了。孩子，不要奢望太高，筑高而根基浅，早晚会跌落下来。朕给了你一次多么好的机会，一次决定设计命运的征战，而你作为一个王子，一个辅佐元帅的副将，你亲身体验了他，这还不足以吗？哎，你见过他吗？这是谁呀？大人封越国公了，是皇上赐的。是吗？哎，我听说呀，她是陈朝的公主，长得可美了。真的，真的。那是公主的坯子，这小小的杨府能养活得了她？哼！再说了，娘娘最忌讳下臣娶妻纳妾了，要是让娘娘知道了……哼，她知道了又会怎么样？这是皇上赏赐的。哎呀，你是身居要职的人。宣感，这次皇上封你为开府仪同三司，赐爵清河郡公。为母啊，为母，我也是二品命妇。皇上对咱们杨家都是高看一眼的，要是这话传到皇上娘娘耳朵里，你可是要掉脑袋的。脑袋掉了怎么样？不过是个碗大的疤嘛。哎呀，宣感呀，宣感，你总这样清高自傲，把谁都不放在眼里，你还不明白啊？伴君如伴虎啊！今天让你在天上，说不准明天就让你下地狱。哎，我真担心你冒犯了皇上，那可要坏大事的。母亲大人，明哲保身就不掉脑袋了。宣感，大人在客厅里招待客人，
你还不快去呀、啊？母亲，我喜欢清静。的确不错，清新幽婉的南岳，娓娓动听，真是令人神往。不夜宫，这次荣封越国公，又得陈朝美人乐昌公主和十四名女乐，真是双喜临门，开先朝之力呀、啊！焦大人言过其实了啊！谁不知越公与皇上有同乡之谊，又随皇上南征北战，屡建奇功，可谓当今开国元勋啊！诸位大人，这次平陈有越公、齐公辅佐当今王子，可真是珠联璧合，旗开得胜啊！大人过奖了，老臣不过一介武夫。越公和齐公二位国公都是朝廷辅宰，齐公谋略有余，武器不足，而越公文武相得，气魄摄人呐！卿过奖了，愧不敢当啊！啊，愧不敢当啊！不愧是晋王府上的谋士，小陈平啊！啊，今日老臣略有领教。啊！越公说的哪里话？小臣乃边番一小官。宇文大人此次平陈，荣升寿州刺史，也算福星高照，前途无量啊！啊！听说大人是匠作间的能工巧匠，专善营造。不过，小臣进一言。可千万不要逢迎取上，大兴土木而劳民伤财啊！啊！诸位大人，诸位大人，诸位大人，今天是为兄长越公庆功，来来来，小弟。宇文大人，唇枪舌剑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名不虚传呐、啊。不过今天是为庆越公荣升，可不要失了雅兴啊！啊，来来来，为如今大隋一统天下，为越公四海功德而畅饮。你是公主，那是以前的事了。如今我要让你放下公主的架子，学会做奴婢的事儿。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乳名叫阿华。那以后就叫你阿华吧。母后，儿臣叩见母后。阿嬷，快快起来。多谢母后。坐到母后身边啊。自坐。阿嬷，你瘦多了。母后，儿臣有件大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。快跟母后说说。哎，
来呀，把他带下去。阿华，他现在是我宫里的一个奴婢了。奴婢。阿嬷，你怎么了？奴婢。朝思夜想的女人啊，那纯真和圣洁曾是我那样的疯狂，本来唾手可得，却不忍心去伤害他。我甚至一直在为自己的鲁莽而深悔不已。如今当这一切都即将成为事实，他却被我的生身母亲毫不留情地掠夺过去，变成了奴婢，一个任人宰割践踏的人。来来来，往这儿放。对，是，来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好。哎呀哎呀，你对，放这儿。哎，来啊，放下边，放下边。哎，来，阿嬷。啊，殿下，殿下，你怎么了？走开。母亲，母亲，昭儿，你哭了，是不是父王吓着你了？啊，父王，你哭了。阿嬷哥。阿嬷哥，你别喝了，阿嬷哥。阿嬷，阿嬷哥，阿嬷，娘，阿嬷哥，你别喝了，娘，别管我，五妹，拿酒来。阿嬷哥，你别这样啊，喝死了才好呢。阿嬷哥。那才没有痛苦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阿嬷哥，殿下，这样是不够坏的。给我走开！一公公，快起来！亮哥，你快过来呀！一公公，阿嬷哥，阿嬷殿。你是太尉公，是领兵的大元帅。是啊，阿嬷，父皇母后寄望于你，可别负了他们的一片苦心呀。我是大元帅，我不要，我就要他，乐融公主。你们都下去。阿嬷哥，阿嬷弟，不许再胡说了。勇哥，我早就说过，你是个胆小鬼。胆小鬼。殿下，胆小鬼。勇哥，勇哥，阿嬷哥他是喝多了酒才信口胡说的，你可不要生他的气啊，勇哥。勇哥，五妹。勇哥，我哪会生阿嬷的气呢？阿嬷是个性情中的人，勇哥最了解他的。拿酒来。勇哥，
你真好。我看到阿摩哥这个样子，我真是很心疼他。你等着啊！我说拿酒来，快点！阿摩哥，阿摩哥，你快放下！阿摩哥，你快放下！阿摩哥，殿下，阿摩弟，你看，这是父皇赐给我的金龙宝剑，你还记得吗？你还记得吗？你曾用它刺毙为永哥献血，如今你就要去扬州赴任，兄赠此宝剑，以寄思念之情啊！我不要宝剑，亮哥，亮哥，亮哥，我有金龙护身符看在这儿呢，我就想起永哥、五妹、亮爹。阿摩哥，这是太子哥赠你的金龙宝剑，来，你快接下它。是。阿摩哥，你快接下它呀，接下它呀。太子哥，我要磕头致谢。向你磕头。阿摩，殿下，殿下，阿摩，哎呦，哎呦，怎么样啊你？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快走，走。亮哥，滚，全都滚！亮哥，亮哥，怎么，你还在生气啊？哼，阿摩哥他是……哎呀，阿摩哥，阿摩哥，你们眼里只有阿摩哥，哼！哎，亮哥，亮哥，亮弟，昨天晚上你不辞而别。勇哥真是为你担心呀。是啊，亮哥、啊、你看昨天晚上阿摩哥都醉成那个样子了。哎，昨天晚上阿亮只身回府，正值皓月当空，阿亮抬头仰望，只见一弯明月高高在上，下面群星环绕。哎，多美的一幅图画。此时阿亮才知道什么叫做众星捧月。星月环绕乃是宇宙苍穹所定，星是星，月是月，彼此永远无法替代。若待中秋月圆时，恐怕连星群的光辉也被掩饰了。那又如何？不，勇哥，我不想当星，更不想当月。我是人，我是有血有肉的人，是个肩负社稷重任的王子。两弟，你究竟是为了什么？是为父皇对汉王有功无赏，还是为晋王赏宠有加？亮哥，五妹虽然懂得不多，可我却记得荀子先师曾告诫我们说，切不可蒙旧为朝。想想看，无论一只多么好看的飞鹫，也无论它用多么坚固的东西来铸建巢穴，可那个巢穴却原来住在芦苇穗上的，只要大风一过，就会蛋打巢落，一切都会夭折的呀。勇哥，那我再去劝劝母后。两弟啊，勇哥，我这一生无所他求，只求兄弟四人和和气气，与父皇共建大业啊。儿臣参见母后。啊，小五子，快来给母后揉揉。是。你们都下去吧。
母后。阿武。母后，晋王对乐容公主倾慕已久，早在破陈之时就对她一见钟情，公主秉性高洁，让她钦佩不已。堂堂的一个王子，他克制着自己的感情，为的是回朝明媒正娶，纳乐容公主为妃呀。明媒正娶？嗯，他不是也娶过几个吗？母后，不喜欢的人娶得再多也是没用的。不要忘了，他可是个亡国之人呢。母后，这亡国与他有什么相干呀？亡国之人怎么可以的？宫里的女人成千上万，我不明白母后您为什么非要他来伺候您呢？为什么？为了江山社稷。嗯，她是降国之女，这牵系着后宫的稳定，也是复辟的隐患。像他这样的人，一看就是妖媚惑君的人。哼，在我身边，我会放心。母后，您一心想着江山社稷，什么复辟啊、隐患啊、不轨啊，可您什么时候想过您儿子的痛苦？他是您的儿子，难道就只有江山而无天伦之情了吗？放肆！母后。阿武，你就这样对你母后讲话吗？我只是不忍心看着阿摩哥那样痛苦。你左一个阿摩哥，右一个阿摩哥，那你把你母后置于何地呢？来人，来人呐！是娘娘。娘娘开，娘娘开呀！公主她没有罪，有罪的是我呀！把我杀了吧，我本来就不想活的呀。阿武公主，你快起来。母后息怒啊，母后息怒。哼，母后，母后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母后。晋王殿下破陈大胜而归，一无所求，只求此事，难道母后非逆之而行吗？母后，儿臣求求您了。打，自己打。母后，你一群孽子。母后，母后，母后。主，别这样说，我还没有受皮肉之苦，可是你被打成这个样子。殿下，您是堂堂的大隋公主，竟和我这样的人关在一起，这……你别说了，公主，我们是同命相连的。
如，你长得可真美，难怪我阿摩哥那么钟情于你。公主，皇后娘娘驾到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殿下。儿臣在。听说你病了。是儿臣偶感风寒。我看是内火太盛吧。也许是内热外凉，体脉失调。阿嬷，你从小就是个聪明机灵的人，母后可不希望你是个口是心非的人呢。儿臣说的是真心话。阿嬷，你在恨我？不，母后，儿臣不敢，儿臣一向敬仰你的功德。从古至今，哪有母亲不疼爱自己的孩子的？母亲为了你们费尽心机，可是到头来你们却在恨我。哎呀，太子唯唯诺诺，主不起大事，汉王腿粗腰壮，却很少头脑，就连母后最喜爱的阿武竟然也大声地斥责母后了。阿嬷呀，难道母后真是扼杀天伦，无情无义？母后这样做是为了谁？不就是为了你们吗？一个堂堂七尺男儿，怎么可以沉浸在儿女情长之中？别忘了，你是个王子，肩负着社稷大任。自古荒淫君王，没有一个不亡国的。母后，母后，难道一个小小女子竟有亡国之嫌吗？儿臣深知母后的话就是法律，难道就不能更改吗？求你了，母后，放过他吧，放过他吧。殿下，行不通的事就不要去想他。哼。母后，殿下，臣给殿下请安了。哦，宇文兄，请坐。等等啊，奴才在。好爽口，
谁又惹殿下生气了？小臣来的时候看见皇后的圣驾刚刚离开了府门。好一柄金龙剑啊，是御赐的啊？是太子送的。哦，太子，太子也是未来的皇帝嘛，也可称是御赐的了。殿下您不是为了一个女人吧？听说你看上了一个王国的公主。宇文述，您宫里的事情还有瞒得了宇文兄的？那么您不是白叫我小陈平了？月宫府里正传着您的风流韵事呢。杨素，这个老东西，下去。是。月宫权倾朝野，可是您用得着的人呢？宇文兄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总是拐弯抹角的。殿下，小臣岂敢，请恕小臣直言，一个区区女子不过是一时之快，您为什么不图人生更大的快乐？更大快乐？臣一向敬仰您超群的才华、聪锐的头脑和惊人的魄力。殿下，那未来的皇帝可不是无能的太子杨勇，而是您呐。Yeah.
强的雄